早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信网早市有计。我哋今日请嚟腾奇基金管理投资管理董事沈庆雄 Patrick 同我哋分析大市走势。Patrick 你好，系你好，早晨。美股和港股上個星期表現都不錯，道指全個星期升了超過 2%， 恆指全個星期亦升了約 3%。 恆指今早開始回來表現都很不錯，高開164點，暫時升了超過200點。 Patrick， 恆指今個星期有哪些因素要留意，市繼續向上的動力大不大呢？市我想今朝繼續升上去，其實最主要都是外圍方面帶動，尤其是美股方面上個星期五繼續都是高收的，令到香港這邊今朝能夠是高開到。接下來方面我想有些事留意的，因為接下來方面譬如這個星期開始有些藍籌公司開始公布業績，我想市場的焦點會陸續看回一些公司的業績，譬如說東亞、友邦他們接下來公布的業績會是怎樣。另一方面來說，當然留意著就外圍方面的情況可不可以繼續保持這個強勢，尤其是美股方面已經上翻16,100點樓上嗰啲咁嘅水平啦。咁個市可唔可以繼續向上啊？甚至再創新高咧？呢個都係大家即係比較上關注啦。咁同埋內地方面嚟講咧，亦都即係三月嘅時間就會開兩會啦。咁其實市場上已經開始炒定一啲叫兩會行情股噶啦。你睇到有部分嘅中資股嚟講咧，譬如話啲環保股咧，上星期已經係開始有啲嘅炒作喺度。咁我諗喺嗰個兩會行情即係支持下啦 ，A 股方面嚟緊咧有機會亦都會短期比較上強勢啲，咁對港股亦都有個幫助。留意住啦，今朝個市就已經突破咗嗰個250天線，咁如果講短期個目標或者阻力位咧，應該大約就試翻50天線嘅，大約講緊就22,700幾點呢啲水平啦，應該就下一個目標。咁要留意住個成交量夠唔夠啦，因為上個星期五咧個市做上嚟咧，成交係比較上少一啲嘅。咁留意住咧，今日嚟講啊，或者嚟緊嘅時繼續升上嘅時間咧，會唔會個成交係維持翻喺500多億咧？如果出現咁嘅情況咧，其實都要小心啲嚇，因為個動力方面都比較弱啊，所以最好就嚟緊升市當中咧，成交可以同步增加到啦。講開兩會啊，兩個會下個月咧會召開噶啦，咁預計焦點咧係咪都會集中喺單獨兩械同埋環保呢啲概念上面咧？呢啲機概念咧喺兩會之前炒上個機會大唔大啊？其實嚟講，正如正話提到啦，一啲環保概念股咧，其實早前已經係開始炒作㗎啦。譬如你見到似光大國際啊，或者北控水務呢啲咧，其實都近期有一個唔錯嘅升幅喺度。咁我諗嚟緊兩會咧，其實焦點不外乎都係幾個啦。一個就係正話你提到啦，放寬譬如生育政策啊、單獨二孩呢一類嘅政策啦。另外嚟講環保方面嘅政策啦，甚至乎大家都會睇緊啲信息消費啊，或者講緊城鎮化呢類型嗰啲相關嘅政策。咁我諗呢啲股份其實喺兩會前後啊，都有機會即係大家喺度尋寶咁啦，叫做開始炒作。咁個問題只係話究竟個炒作會一個短期性啊，定還是兩會之後都可以延續咧？咁呢個就好睇究竟嚟緊兩會方面講啲咩嘢。咁但我諗就喺短期時間內咧，確實呢啲股份咧係有一定嘅叫直播率或者機會咧俾到投資者啦。咁可以即係留意住嗰個嘅所謂兩會行情嘅情況咯。有冇特別邊啲概念你特別睇好咧？我自己都係睇環保先嘅，因為始終即係內地方面咧比較上急切咧，都係要處理好個環境個污染嘅問題啦。咁所以我諗即係環保政策咧，好大機會喺嗰個兩會期間咧，都係擺得一個較為高嘅層次嘅。即係相對上你話放寬生育啊，或者其他城鎮化啲咧，可以即係反而放得後少少嘅。所以如果揀嘅時間咧，留意多少些環保相關嘅股份啦。中人壽咧今朝氣勢如虹噶，開市咧高開咗約4%咯。內地股市做翻好啲，係咪推動中人壽嘅主要動力咧？股價再向上個機會大唔大啊？我諗國壽最主要之前其實跌落去嗰下都試咗個支持位出嚟嘅，因為佢差唔多去翻20蚊呢個位咧就揾到個支持。因為睇翻其實佢較早時嗰啲所謂低位都喺翻17、18蚊度啦。其實落到20蚊我諗好多投資者覺得佢穿20蚊嗰個機會唔係好高，就算穿都好啦，好快就會上翻嚟啦。所以我諗去到20蚊有一個唔錯支持咧，呢個已經係令到股價有一個即係向上即係回升嗰個情況喺度啦。另外嚟講就見到 A 股方面個勢比較上好啦。同埋就大家都會睇短期嚟講，喺兩會支持下咧 ，A 股做好嘅機會高一啲，咁呢個
啲人都會買翻啲嘅保險股啦。咁啊，加上其實國壽咧公布咗一啲嘅保費嘅收入咧，其實個增長嘅幅度都唔錯。咁呢啲因素咁都係支持翻個股價。咁見今朝就已經係即係突破翻一啲嘅平均線嘅阻力啦。咁我諗嚟緊方面就如果講短期目標阻力位咧，其實大約應該喺23至25蚊度咧，係會有一個嘅阻力區嘅。咁我諗進入咗呢個區域之內咧，個股價就開始會有翻啲嘅阻力㗎啦。Patrick， 今朝有冇股份推介俾投資者？今朝想講只257光大國際嘅，正如正話提到啦嚇，兩會期間咧，我自己睇環保方面嗰個排個層次會高一啲啦，咁所以我諗就揀咗呢只股份。咁其實近期亦都見有個唔錯表現，譬如你睇翻啲技術指標啊，無論係相對強弱指數啊、MACD 嗰啲咧，都轉強咗嘅。咁加上公司方面咧，其實繼續都有啲拼購啦嚇，嚟壯大自己嘅版圖啦嚇。之前都攞咗3億幾人民幣嚟收購一啲嘅垃圾發電項目啦。咁我諗就短期啲睇啦，10.5到可以做個買入。咁啊，睇下有冇機會喺兩會附近咧，試翻之前嘅高位，大約就11.42嘅個指蝕方面咧，放翻9.9嘅。Patrick 有冇持有上述嘅股份啊？冇持有嘅，冇持有嘅。今朝好多謝 Patrick 嘅分析，早市有計，聽朝再同大家見面。